那么在接到这样一个设计任务的时候，整个团队非常的兴奋和紧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能够去展现一个来自中国的先进的这个科技品牌与来自欧洲的足球运动之间的关系和它精神理念的契合度。海信，信首先是信任，然后是信念，这个是我们海信精神文化的最核心。另外我们也同时发现，作为最佳球员，他的意义是什么？他是 best 没错，但是他自己能不能成为最佳球员呢？显然不能。足球的这个信任 trust 的这个理念与我们海信的这个信非常契合。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创意方向都集中在对信这个具象化抽象化的元素进行美学表现的过程中，我们画了很多图形，包括人物的图形，包括书法的图形，我们在这里边找关系。我们希望所有的观众第一眼看到这个奖杯的图形，他能联想到的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足球运动员的身影，比如他正在射门的动作，比如他正在奔跑的动作。从美学上实现了人们对他信任的 trust 的解读，也一眼能解读到他是信的抽象化表现。虽然这个方案被选出来了，但是它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笔画，是把它做成非常具象的单人旁，还是怎样？因为如果做得非常具象，那它可能有点像这一个拉弓射箭的一个人，它太具有攻击性，不符合我们最后的这个期许。既然这个奖杯是颁给最佳球员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 number one 的意象和它这个单人旁做一个结合？这个单人旁既是一个偏旁部首，同时又是代表我们最佳球员 number one 的这个意象。剩下的就是如何把这个东西实现出来，比如比较传统的非均匀有理必样线条，同时呢也尝试了多边形建模，也尝试了参数化建模，最终终于把这个建模的问题解决掉。So for achieve the best result, we decided to adopt a five-axis robotic arm that precisely model the shape from a solid piece of aluminum. In Milan, the city where I'm from, we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high-tech process. As per CMF, we decided to adopt our Hisense Gold plus the Hisense Green that combine the top part of the body, that is the Chinese character, plus the body itself, that is the rock that supported the Chinese character.